小琴叔叔好，我叫黎山。你好。我今年23岁了，但是我已经认识你22年了。小的时候你还抱过我。啊，真的？那你有照片没？啊，有照片，我特写一下。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，但是我这23年一直都记得你。在2001年的时候，我只有1岁多，然后我当时祸患先天性的心脏病，然后因为家里十分的困难，没有办法救我，然后是您在来沈阳开演唱会的路上看到了《时代商报》的新闻，然后给我捐了3万块钱，才让我做上了这个手术。就是我今天很健康的站在这里，都是因为您当年对我的帮助，所以我从懂事以来一直就想当面感谢你。好，谢谢谢谢。